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Меня зовут Лита. Я ваш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с вами познакомиться. Рада иметь такой шанс вместе с вами заниматься русским языком. 大家好，欢迎来到沪江网校俄语 A2 课堂。我是你们的俄语老师 Лита。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 Меня зовут Лита. Я ваш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Очень приятно с вами еще раз встретиться. 大家好，欢迎来到沪江网校俄语 A2 课堂。我是你们的俄语老师 Лита。很高兴我们又再次见面了。在开始这一堂课之前，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上一课时的主要知识点吧。那上一课时呢，我们总结了一下第七课和第八课的相关的内容，那同时呢就开始了第八课第一部分对话的学习。期间我们讲到的主要的知识点有哪些呢？比如说 legit 飞行，这是一个定向的动词，我们可以说 сначала я лечу в Париж， 我先飞到巴黎，这个方向是确定的。接下去呢，我们学到 lead that， 那依然是表示飞行，但是它是不定向的动词。所以我们当时举了一个例子 ，Я часто літаю через Париж， 我经常飞经巴黎。那这个动作就是重复的。当我们在表示重复的、往返的、不止一次的，或者说方向不确定的动作的时候，我们就会用不定向的动词。第二点呢？我们讲到动物名词的第四个，尤其讲到就是阳性的单数、阳性复数和阴性复数，第四个要同第二个。那修饰这些的名词、形容词、代词的第四个也要按照第二个来变化。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看。Вы знаете этих новых студентов？ 您认识这些大学新生吗？那所以这个 student 是动物名词，它的复数的第四个呢，那就是以 wolf 结尾的，所以它的词尾的变化是同第二个的。同样的，前面不管是修饰它的代词还是形容词，都要按照第二个的词尾来变化。此外，我们学到了一些非常常见的积极的词汇，一些动词，比如说 bavidati， 比如说 zavisiti от кого чего， преподавать что кому где。читать лекцию, начать что делать, учиться где, закончить что, 等等。我这里呢列了一些例子给大家，希望大家呢回去自己去朗读去背诵。最后呢，我就要讲到一个上一节课遗留的问题，就是 不 这个语气词，我们提到了一点，那但是呢没有深入的展开说。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深入的来说一说 不 这个语气词和动词过去时一起构成的是动词的假定式。那我们上一节课也提到了，动词的假定式是来表达说话者所设想的实际上不存在的，就是虚拟的这样一个动作或行为，也可以表达愿望、希望实现的行为、事情，或者委婉的建议、劝告等等。那在书后的118页呢，有一些补充。那假定式呢，没有人称和时间的形式，只有性数的区分。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假定式没有时间范畴，可以用于现在时、过去时和将来时的情境中。不这个语气词就是假定式主要的一个形态的标志。它的位置呢，也不是固定的，它可以位于动词之前，也可以位于动词之后。比如说在文中 Вадим 问 Питер 一句话， Вы не хотели бы пригласить меня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читать лекции о рол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кино？ 您想不想请我去学校讲课，谈谈文学对于电影的作用呢？那这里非常典型的一个虚拟式就在于 Не хотели бы что делать， 想不想做某事，愿不愿意做某事。当然文中课后的语法的讲解也讲了一些句子，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Она хотела бы стать инженером， 这是可能是啊，柳德米拉的毕业之后的愿望，她想当工程师。Вы не смогли бы помочь мне？ 您能帮我吗？ Что вы бы сделали, если？ 您会做什么？假如？ На вашем месте я бы купил его，
我要是您，我就把它给买了。此外呢，在教材的120页到121页，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告示啊 ，pavilion。那这个告示呢，是需要大家去选填的。那选填的项目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原先想做什么事儿，但是事实上没有做，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那我们举个例子，譬如说 ，Я хотел бы переночевать в гостинице закрыта。我是想过夜的，可是宾馆关门了。好，我们看到这里的句子中呢，有一个动词 ночевать, переночевать, 表示过夜、住宿、宿营。它的这个变位呢，大家要注意了 ,евать 结尾的，所以有一点特别。我们以完成底动词为例 ,переночую, переночуешь。那这个词如何来使用呢 ?переночевать у товарища, у кого, да, переночевать у товарища, 在同学家留宿。Переночевать в лесу, где, 在林中宿营。Переночевать одну ночь, как долго, да? 住多久？这就是表示住一宿。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句子。Я хотел бы принять душ, но воды нет. 我是想冲淋浴的，但是没有水。Принимать душ, 就是表示淋浴，但是Я хотел бы подняться на 13 этаж, но лифт не работает. 我是想到13层的，可是电梯不运行了。Подняться на 13 этаж, 爬到第13层。但是 лифт не работает, 表示电梯不运行。这个 работать, 除了可以表示工作啊， я работаю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我在大学工作。也可以表示营业开门，比如说 magazine работает каждый день, 商店每天都营业。所以这个 работать 看似简单，其实它的意义也很丰富呢。好，我们接着往下看。那这一句话 Я хотел бы посмотреть иконы, но собор закрыт, и тут реставрационные работы. 我本想看看圣像画，但是呢，教堂关闭了，在进行修复。那这里呢，涉及到俄罗斯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icona 啊，圣像画。这上面呢，宗教人物或者是先知啊、圣人啊等等神灵啊，圣像画啊 ，icona。还有呢 ，restaurazione 这个形容词表示修复的、修整的。那这里呢，多半是指古代的艺术品。那所以这个句子。希望大家能使用起来，就是 идут какие работы, 在进行什么样的工作。那这里就是说 идут реставрационные работы, 在进行修复工作，用上 ид 这个动词。好的，那还有呢，就是我顺带的提及一下 реставрация 这个词呢，表示修复、修整，其实和我们刚刚讲的 реставрационные 这个形容词是同根的，这里是一个名词。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 Мы хотели бы пожениться, но отдел ЗАГС закрыт на ремонт. 我们本想结婚的，但民事登记处呢，关闭维修了。那什么是 ЗАГС? Отдел ЗАГС? 那它其实呢，是一个缩略词，其实是 Отдел ЗАГС АКТОВ ГРАЖДАНСКОГО СОСТОЯНИЯ, 表示民事登记处。那这里呢，主要是登记出生、死亡、结婚、离婚、收养子女等等情况。好，那这些句子呢，我帮大家梳理了一遍。那相信大家对这个语气词 бы 和动词的过去式所构成的动词的虚拟式、动词的假定式都有一些深入的了解了。那后续呢，我们还会再看到其他的阅读材料中啊，还有语言材料中，我们再接触一下这样的问题。好的，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对话部分。Звонок входит Иван Козлов. 门铃响了，伊万·卡兹诺夫走了进来。好，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部分对话。А, Ваня, здравствуй. Проход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знакомься с Питером. Питер.
Привет. Мы уже знакомы. Правда? Да, Иван. А я думал, что вы уже уехали. Нет, я еще здесь. Я влетаю в Саранск, в субботу. Да, в Саранске есть аэропорт? Конечно, есть. Я влетаю в субботу, поэтому я пришел попрощаться с Людмилой и узнать, хочет ли она посмотреть Саранск. Вадим про себя. Конечно, не хочет. 好，我们来一起看看这一小段说的是什么内容呢？啊，Ваня, здравствуй. Проход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знакомься с Питером. 啊，Ваня, 你好，请过来吧，和 Питер 认识一下吧。Питер, привет. Мы уже знакомы. 您好，Питер, 我们已经认识啦。Правда, 是吗？Да, Иван, а я думал, что вы уже уехали. 是的，Иван, 我以为您已经出发了。Нет, я еще здесь. Я влетаю в Саранск в субботу. 不，我还在这儿呢。我周六飞往萨兰斯克。好，那首先呢，我们看到有一个词 Привет。那之前我们讲过，打招呼的时候我们可以说 Здравствуй,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您好，您好。那这里的 Привет, 这个打招呼语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呢，通常会用在口语俗语中，也就是见面时的问候语，你好，您好。那讲起来呢，要比 Здравствуй,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要随意一些。当然这个词也可以作为名词，表示问候、致意、敬礼。比如说 Передайте привет вашей семье, 请代我向您全家问好。Вам привет от моего брата, 我代兄弟向您问候。那接下去呢，我们依旧会看到一个带前缀的运动动词 Улетать, улететь。这是一组体动词，表示飞离飞走。那这个意思呢，我们完全就可以从这个词的前缀乌和词干部分的主要一个词根 летать, лететь 来看出来。那我们来看到文章中呢说 Я думал, что вы уже уехали, 我以为您已经离开了。还有 Я улетаю в Саранск в субботу, 我周六飞往萨兰斯克。那所以这个词呢，我们应该能了解到，这个词我们可以加上 улетать, улететь, куда, когда 都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不加补语。那还有呢，我们可以说 он полетит на самолете в Москву, 他将乘飞机去莫斯科。那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依旧可以使用 на чем 表示飞行的工具。好，除了人呢，我们还可以说鸟啊，或者飞机啊，飞行行情。那譬如说 самолет улетел на юг, 飞机往南飞去了。птицы улетели, 鸟已经飞走了。那我们看到这里是前缀乌表示离开。当然 летать 和 лететь 这样一组不定向和定向的动词呢，加上不同前缀可以构成运动动词，表示飞往不同的方向，而且它们的体是确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以 улетать, улететь 为例。如果是不定向的动词加上相应的前缀，我们会构成未完成句动词，而如果是定向动词加上相应的前缀，我们会构成相对应的完成体动词。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一点。好，在教材的118页呢，又给我们梳理了一遍不同的前缀加上 летать, лететь 可以表示什么样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Улетать, улететь, 飞离 Вылетать, вылететь, 飞出去，这个 вы 表示出去。Прилетать, прилететь, 大家还记得 при 是什么意思吗？对了，就是过来，来到，所以这是飞来飞抵。但是 Прилетать, прилететь, пере 这个前缀呢，复习一下，就是表示穿过去，那所以呢，我们可以表示飞跃。但是 пролетать, пролететь, 这个 про 也是表示通过某一段距离，我们可以说飞过。希望大家呢多多的总结前缀的不同的含义，然后下次呢再碰到带前缀的运动动词的时候，我们就要去运用我们所了解的这些前缀的意义来掌握这些动词的含义啊和使用的方法。Хорошо, 我们继续往下读。
Да, в Саранске есть аэропорт. Шима, Саранск ёу чи чан ма? Конечно, есть. Я влетаю в субботу. Поэтому я пришел попрощаться с Людмилой и узнать, хочет ли она посмотреть Саранск. 当然有啦，我周五飞离，所以我过来和刘德米拉告个别，也想问问他是否想去看看萨兰斯克。好，最后呢是 Vadim 心里的一段独白啊，那也就是他心里默想的。Vadim prosibe, конечно не хочет. Vadim 心想，他当然不想了。好的，那这几句话里面呢，我们有哪一些内容是需要和大家来详细说的呢？首先，那这里出现了一个动词。Попрощаться, 那它表示告辞、告别，后面呢可以跟上 gem 欠 s gem 欠，加上一个前缀词 s， 再加上第五个。譬如说，我们的 Ivan 来做什么呢 ？Я пришел попрощаться с Людмилой， 我来和柳德米拉告别。也可以说 он попрощался с хозяином и ушел， 他和主人告别后就走了。课后的生词表呢，还提到一个动词 прощаться。那但是这个词和 попрощаться 它不是一对体动词，尽管它们的意思是很相近的。如果我们要了解 попрощаться 的意思，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它对应的体动词应该是 проститься。这个词呢可以表示告别、抛弃、丢掉，所以从意思上来讲要比我们刚刚了解的 попрощаться 要丰富一些。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проститься 这个完成体动词是如何变位的。 прощусь, проститься。后面也是跟 попрощаться 是一样的接格 с гем 欠，也是接五格作为补语。Проститься с друзьями 和朋友们告别，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它的其他的意思。Проститься с невестой 抛弃未婚妻。Проститься с мечтой 丢掉幻想。所以这个词呢，它的意思范畴要比我们刚刚讲的 попрощаться 要更加广一些。希望大家呢不要混淆了。好，那接下去呢，我们就看看这里 Ivan 呢，他其实是有一个私心的，就是想和柳德米拉告别，顺便呢，他其实是想去了解一下 Uznat Hochet Li Anna Basmatri Saransk， 他想不想去看看萨兰斯克。所以这里我们就要重点讲一讲这个疑问语气词 Li。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语气词不用在假定式里，那这里呢就是这个 li， 它用于疑问句中，放在与它发生联系的词之后，意为是不是、是否。那在教材的119页有一些例句和解释，我们也可以作为补充，一起来看一看。比如说啊，下面的例子我们一起来读。Узнавайте, говорит ли он по-русски? 您去了解一下他是否说俄语。Я не знаю, в Москве ли она?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莫斯科。但是 правда ли это? 是这样吗？ вернешься ли ты домой завтра? 你明天回家吗？那么大家看看这四个句子啊，包括我们在文章中出现的那个 хочет ли она посмотреть Саранск， 那大家都注意了，这个疑问语气词 ли 呢，一定是紧跟着你疑问的中心，就是你到底在询问的这个关键的点在什么。那譬如说我们在原文中 Ivan 想的是他想不想，所以是 хочет ли。 而在我们这里的几句例句中呢，都是 говорит ли 说不说， в Москве ли 是不是在莫斯科， правда ли 这样是不是事实， вернешься ли 回不回来。那所以这个 ли 呢，它的用法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给大家。好了，说但是我们的 Vadim心里面呢想了一件事儿，他觉得柳德米拉根本就不会想去看看萨兰斯克。那这里呢用了一个短语 prosibia 表示暗自，比如说 говорить prosibia 自言自语， читать prosibia 默读， знать prosibia 不多嘴保持沉默。那这个短语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再跟别人再说了， не говори об этом。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赶紧来看看下一部分对话说着些什么。那首先来读一读115页上面的对话。Пауза. Так мы говорили о работе. А где вы работаете, Иван? Я работаю на фирме.
На фирме? Нет, на фирме. Сейчас все молодые миллионеры работают на фирмах. А че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аша фирма? Она занимается коммерче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Все ясно. А какая у вас должность? Иван, конечно, директор фирмы. Еще нет, но хотел бы стать директором. Какие у вас интересные профессии? Профессии? Я бы сказал, карьеры. 好，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细细的分析一下这部分对话。Pausa， 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了，间隙、间歇。Так, мы говорили о работе. А где вы работаете, Иван? 那我们谈了工作，那您在哪儿工作呢，伊万 ？Я работаю на фирме.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На фирме? 在农场 ？Нет, на фирме. 不是，在公司里。Сейчас все молодые миллионеры работают на фирмах. 现在所有年轻的百万富翁都在公司上班。А чем занимается ваша фирма? 你们公司做什么业务的？ Она занимается коммерче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 我们公司做商贸。好，我们来看看这一部分。啊，其中我们要说的呢，就是引起纠纷的一个词啊 ，firma 和我们后面要讲的 firma。首先 ，firma 是公司、厂商的意思。比如说 ，я работаю на фирме， 我在一家公司工作。还可以说 крупная фирма， 大公司 ；иностранная фирма， 外国公司 ；автомобильная фирма， 汽车公司等等。而 Peter 呢？啊，恐怕是没有听清楚。他说了 firma， 这个 firma 表示的是饲养场、牧场和农场，所以大家看到。一个音错啊，它的意思就差了十万八千里了。好，我们来看看，那我们可以讲 идти на ферму 到农场去。那大家要注意，前面讲的公司呢，它用了 на 这个前置词。当然，在日常的生活中呢，我们也可以用 у 来跟这个 фирма 都是可以的。比如说 я работаю в фирме 都是可以的。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我们接下去看到的是这家公司的业务是什么呢？他说 она занимается коммерческим бизнесом。这里的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商业的、贸易的、商务的或者是商用的。比如说 коммерческ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商业企业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дела 商务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банк 商业银行 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фирма。记住是 firma 而不是 firma 啊，注意一下，这是商行的意思。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 紧接着就是看到 business。很显然，这个词呢是一个外来词，那其实和英语是相通的。这里的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business 其实是商贸的意思啊，贸易的意思。我们也可以讲 оптовый business。之前我们讲过批发零售，这里呢就是说批发业，也可以说 делать business 做生意。或者用上我们学过的一个动词 открыть， 这个词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对了，哎，我们可以说 открыть окно， 开窗户 открыть двери， открыть магазин， 开门呢，开店呢。这里也可以说 открыть свой бизнес， 那就是开办自己的公司，那就是自己创业了。好，还有一点需要大家了解的，就是也是和英语相关的啊，既然是一个外来词，那这个同根的名词 businessman 是一个职业，就是表示商人，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并记住。Хорошо, дальше, 我们来看看接下去柳德米拉说了什么。Все ясно. А какая у вас должность? 全明白了，那您是什么职务呢？ Иван, конечно, директор фирмы. Иван, 当然是公司经理咯。Еще нет, но хотел бы стать директором. 还不是呢。但是我想成为经理。Какие у вас интересные профессии? 你们的职业真是有趣啊。Профессии? Я бы сказал карьеры. 职业？我得说这是事业。好，那整个对话呢，我们就读完了，而且也大致的讲意思。这一部分呢，我们有什么需要详细的跟大家说明的呢？首先 все ясно，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全了解了，全都明白了。ясно 呢？这是一个副词，表示清晰的、分明的、明确的。
那我们就要提到它的形容词是 ясно。那我们可以讲 говорить ясно， 明说 ясно увидеть， 搞不懂清楚的看见什么。这里的 все ясно， 它其实出现的这个形式呢，还不能叫副词。我觉得呢，应该理解为这个形容词的中性短尾形式啊， все ясно。Хорошо， 但是还有呢 ，ясно 啊，这个副词可以用作无人称句的谓语副词，啊，后面可以跟上 кому чему， 也可以接连接词 что， 引导一个从句，表示显然、明了、清楚。比如说 мне ясно， 那就是表示 мне понятно， я понимаю， 我明白了， я понял， 我懂了。Нам ясно， что уже опоздали на поезд， 我们知道已经赶不上火车了。所以这是连接词 что 引导的一个从句，也可以用在这里。Хорошо， 但是第三种用法呢，也是用作无人称句中的谓语副词，但是它表示的不是明白清楚，而是表示天气晴朗。比如说 сегодня ясно， 今天天气很晴朗。好，我们看到一个名词 должность， 表示职务、职位。比如说 высокая должность， 高级职务。должности директора， 经理的职位，也可以用上动词 уйти с должности， 啊，就是从自己的岗位离开，那就是表示离职。занимать какую должность， 就是担任什么样的职务，所以大家要用到这些词汇啊，希望能够记住。хорошо， 那我们看到 Вадим 呢，其实是替 Иван 回答了，他觉得 Иван 就是经理 директор， 经理。厂长，当然意思也不仅仅是这样，还可以表示中小学及专科学校的校长、院长，还有研究所的所长等等。所以针对这样的意思呢，它的后置的定语啊，也就是非一致定语会有不同。比如说 директора фирмы， 那就是公司的经理 ；директора завода， 厂长 ；директора школы， 校长，这当然是中小学的 ；директора института。那可以表示学院的院长，也可以表示研究所的所长。当然，不管是经理、所长还是院长，那其实都是一种职业啊。那所以我们就要讲到这里的 профессия。我们在这个最后一句话呢，其实又是 Вадим 心中的独白。他觉得 Зоя Петровна 说的不对， какие у вас интересные профессии？你们的工作多有趣啊，他觉得这不是工作。那我们来看看 профессия， 表示职业、工种和专业。那比如说 постоянная профессия， 固定职业； свободная профессия， 自由职业； выбрать профессию， 选择职业。也可以说 я по профессии инженер， 这里用了一个短语 почему， 这是 профессия 的三个形式 по профессии， 就是按职业来说呢，我是工程师，我们也可以翻译成我的职业是工程师。那 Вадим 觉得不是 профессия， 他觉得是什么呢？ Я бы сказал карьера， 这里又用了一个不这个语气词，我觉得这是事业而不是职业。好，我们来看看 карьера 这个词，那其实呢是和英语词也是相关的 career， 前程、前途。 карьера 既可以表示职业，也可以表示前程、升迁和功名。所以我们可以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арьера， 政治生涯； блестящая карьера， 锦绣前程。也可以用上动词 сделать карьеру， 那就是表示什么呢？就是飞黄腾达、青云直上。所以呢， Вадим 觉得人人做好自己的这个本分的事，那不仅仅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也是能够创造美好前程的一个关键。Хорошо。那既然讲到职业，那我们这一课的内容呢，就是 работы отдых。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一课的开头一页啊， 113 页，其实给大家列举了很多的职业 работы для вас。那我觉得这些词都是平常经常会碰到的，所以有必要去一起来朗读一下，了解一下它的意思是什么。跟我来读 ，администратор。Администратор, актер, актер, актриса, актриса,
архитектора, архитектора, бармен, бармен, бизнесмен, бизнесмен, бухгалтер, бухгалтер, врач, врач, дипломат, дипломат, директора фирмы, директора фирмы, журналист, журналист, инженер, инженер, кинокритик, кинокритик, консультант, консультант, летчик, летчик, математик, математик, машинист, машинист, медбрат, медбрат, медсестра, медсестра, менеджер, менеджер, механик, механик, музыкант, музыкант, официант, официант, официантка, официантка, пенсионер, пенсионер, переводчик, переводчик, писатель, писатель, почтальон, почтальон,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программист, программист, проводник, проводник, продавец, продавец, психолог, психолог, секретарь, секретарь, секретарша, секретарша, студент, студент, стюардесса, стюардесса, танцор, танцор, танцовщица, танцовщица, учитель, учитель, фермер, фермер, физик, физик, химик, химик, шофер, шофер, экономист, экономист, юрист, юрист. 好，所有的这些职业呢，我们都读完了。当然，后续还会有可能有补充。在这一份表里面呢，我已经是做了一点点的补充。那希望大家呢，在课后如果碰上不熟悉的职业，也能够自己进行补充和扩展。好，今天所有的内容都说完了，现在我就来考考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小测验吧。同学们都做对了吗？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回顾一下这堂课的重要的知识点吧。那首先呢，我们把上一课时的遗留的问题 be 这个语气词和动词过去式一起构成的动词假定式好好的梳理了一遍。期间呢，我们去看了一些非常经典的例句，以及课后练习里面出现的一些词汇啊，我们也一并讲解了。那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动词假定式呢，是用于表达说话者设想的与实际可能不相符的，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的动作或行为，也可以说明是愿望或者希望实现的事情，以及去表达一种委婉的语气。那接下去呢，我们还学了不定向动词 lead that 以及定向动词 lead it 加上不同前缀来表示飞往不同的方向。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讲到另外一个语气词 li， 这是一个疑问的语气词，它可以用于疑问句中，放在与它发生联系的词后面，也就是说你这个疑问的中心在哪里，这个 li 呢就紧随其后，可以翻译为是不是、是否这样一个意思。最后一点，那就是在对话中呢，我们的主人公们都涉及了一个问题，也就是 работа и профессия 啊，工作和职业。当然呢，我们也提到了不同的职业，这都是一些常见的职业，我们也做了列举。还有一点呢，我们就讲到
profesia y carrera 这两个词的区别，一个是职业，还有一个那可能就是更高档次的前程或者说事业这个意思。好，最后呢，我帮大家来总结一下这一课时的积极词汇，请大家跟我读。Вы не хотели бы переночевать в гостинице? Принимать душ? Подняться на 13-й этаж? Лифт не работает. И тут реставрационные работы. Отдел ЗАГС закрыт на ремонт. Я улетаю в Саранск в субботу. Я пришел попрощаться с Людмилой. Я хочу узнать, хочет ли она посмотреть Саранск. Про себя. Я работаю на ферме. На ферм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й бизнес. Все ясно. А какая у вас должность? Директора фирмы. Я по профессии инженер. Сделать карьеру. А? 那所有这些词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全部掌握呢？那这一课呢，我们又学习了几部分的对话。下一节课我们会继续第八课对话的学习，课后请大家多多的复习预习，巩固我们的课件。那学过的内容呢，大家一定要跟着录音去反复的去朗读，模仿语音语调，做到熟读熟背。好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儿，我们下节课再见咯。 Сегодня на этом закончим наш урок. Спасибо за внимание. До встречи.